透视易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禅宗说卦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已经解说完雷山小姑第三爻和第四爻的爻辞。接下来，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小姑姑的第五爻和第六爻的爻辞。我们先来看第五爻的部分：两爻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，公益其笔在歇。意是一种有白色的工具，是打蜡用的工具。另外要说的解释是讲，乌云拢是为西边的高压飘过来。虽然乌云真多，煞无落雨。王公大神用顶冠有白色的工具来咧打蜡，只会当抓到藏在洞穴内面的小动物。象征讲密云不雨。以上的意思就是讲，乌云密布，煞无落雨，是因为阴气已经往顶悬去啊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六五阴爻其用位是不得位的情形，而且六五甲六二之间并无互相对应的关系。六五阴爻是以柔软的姿态，坐伫需要强势至尊之位。这就表示两五君王本身的能力无够，无法度造福百姓，加上两五甲六字无阴阳来相应，六字无法度和两五强大的资源，而且两五甲六字的中央也是刚强的救山甲救树，代表两五想要得到六字的辅助，会碰到真济阻碍。古早时代的人会用落雨来形容君王降下恩典和百姓的情形，因为六五阴爻其用位代表伊治国的能力真歹，所以爻辞才会讲，虽然天顶拢有乌云，但是未落雨。六五甲九数之间有阴成阳，这种无隔离的关系。阴气的地位超过阳气，就会造成阴阳不合的状况。这也是为什么无法度顺利落雨的原因之一。最后，咱来看雷山小姑第五爻阴爻的总结。六五阴爻其用位代表六五君王本身的能力不足，无法度让百姓稳定，所以才会造成乌云密布，煞无法度落雨的情形。六五并无甲六二阴阳来相应，两个阴爻互相配合，无法度成就大事，家家只会当完成一寡小寡代志。接下来是雷山小姑第六爻爻辞的解说：上六，夫亦过之，飞鸟离之，凶是谓灾神。离这个字，伫遮当作是用网啊甲网条的意思，神就是灾难、灾祸。所以上六的爻辞的解释是讲，无小拄就直接飞过去，飞鸟被网啊网条了啊，状况真凶险。这就是天灾人祸。相传的部分是安尼讲的：夫亦过之，以抗也。意思就是讲，会发生无小拄就飞过去的情形，是因为上六已经坐伫上悬的位置啊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上六阴爻其因为是得位的情形，而且上六甲九三之间有互相对应的关系。经过初六到六五这五个爻的爻辞解说，咱会当推测。雷山小姑的卦发生在背景是一个乱世，在乱世当中，一切的行动都有危险。最好是稳重自己的实力，谨慎谦虚，莫伤过出风头。若是表现甲小夸超过，也不要紧。不过若是超过伤过侪，就会出现严重的灾难。上六甲六五这两个阴爻。拢超过九数的阳爻，但是上六坐伫雷山小姑上界顶悬的位置，上六坐伫极端之位，就是亲像是鸟仔飞伫上悬的所在，无愿意飞落来。九数是显明的大神，六五君王虽然对九数有所顾虑，
但是伊也是需要救助的帮助。不过上落都无同款啊，伊直接飞到搁较悬的所在，无甲救助用脑有直接的交集。上落如此出风头的行为，并无符合雷山小鬼的中心思想。上落安尼做，只会增加家己当着危险的几率。甲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，小羊自细汉就真讨厌家己身上的羊毛，因为所有的羊啊，为外表来甲看，拢生做一模一样，根本都无家己的特色，所以伊家己一个坐伫石头顶悬，伫咧思考，我到底是要安怎，才会当甲大家拢无同款，吸引大家来关心甲注意呢？有一天，小羊去散步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一张野狼的兽皮。小羊非常的欢喜，就将兽皮披在伊家己的身上，非常威风走回去。事实上，就甲小羊想的拢同一款。小羊一出现，大家的目睭拢放在伊的身上，和小羊出一粒红头。骄傲的小羊感觉这也无够，伊开始学野狼的叫声。个人吸引到真侪羊的注意，但是嘛，因为安尼负责管理羊群的牧羊犬嘛，发现伊的无同款啊。牧羊犬因为小羊真正是一只野狼，就用真紧的速度走过来攻击小羊。好佳哉，牧羊人就伫个附近，伊一听到声音，就赶紧转来看，即时将小羊救落来。小羊一边看到家己老花后腿，一边后悔讲：“我以后未过安尼，只爱出风头啊！”最后，咱来看雷山小哥第六号音牛的总结：上落音牛及音位，坐伫极端之位；上落伫乱世之中，就亲像是一只飞伫天顶的鸟啊！因为伤过明显啊，就会被当作目标，容易撞到危险。这种的灾难，若要讲是天灾，不如讲是因为上落上过爱出风头，伊家己找来麻烦啊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。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港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。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禅宗说卦，今天咱要来讲的是多灵之奇的故事。有一个叫做朱平的少年人，伊伫想要学一门只有伊的技术。伊想讲安尼，伊就甲一般的人拢无同款啊，而且这个技术只有伊的，别人拢袂晓。一定会当赚大钱。后来朱平就将所有的祖产卖了了，摕着一千两四处探听，最后总算伫一个岛上找到一个曾经抬过灵的老人。朱平开重金，甲老人学习抬灵的技术，学了三年的时间，朱平总算是学会这门技术啦。伊欢欢喜喜回来到故乡。乡亲真关心伊到底学什么技术，结果伊拍开包袱啊，摕出伊的多灵刀，向大家展示要安怎将灵杀了死。表演到一半，导览问朱平：灵到底是生做什么款？灵这种生物一般拢藏伫个地，面对大家疑问，朱平嘛唔知道要安怎来回答。船长甲朱平讲。学技术当然是因为有会当发挥的所在。如果你学的物件无法度运用伫个生活上的话，就算你学家搁较认真、搁较厉害，嘛是无路用的，一点啊价值都拢无。朱平听完船长的话，才开悟，原来这个世间根本都找袂到灵，伊所开的时间甲金钱拢浪费掉啊，一切拢是咧做白工。这个故事来自庄子，后来多灵之奇这四个字，就是用来形容无实用价值的技术。就算技术真厉害，嘛只是空有名声，学了嘛无使用的机会。
有人捌讲过，佫较好的商品佮服务，若是讲袂出伊的价值，就等于是无存在。无论是学习也是工作，咱的行动拢爱符合实际的状况。若是脱离了现实，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嘛是无效的。世爻代表的是占卜者本人，印爻代表的是占卜者所要问的人、事、时、地、物。要学会装世爻跟印爻，就必须熟记口诀。口诀是：天同二事天变五，地同四事地变初，三同六事三易事，人同游魂人变归。在装世爻跟印爻的时候，天、人、地的概念一定要先熟记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不管世爻在什么位置上，印爻永远跟它隔着两个爻位，而且它们的位置是相对的。就是说，世爻在天爻的位置，印爻也一定在天爻的位置，绝对不会发生一个属于人爻一个属于地爻的情形。接着来解释口诀：天同二事天变五，指的就是在天爻的阴阳是一样的状态下，世爻会在二爻的位置，印爻在第五爻。但是当天爻的阴阳不一样的时候，世爻就会在第五爻，印爻在第二爻，以此类推。地同四事地变初，意思就是在地爻的阴阳相同的时候，世爻在第四爻，印爻在初爻。当地爻的阴阳相反的时候，世爻在初爻，印爻在第四爻的位置。相较于刚刚我们都只有看到其中一组爻的阴阳属性，在口诀第三句三同六事三易事这边，我们就要先比较完天人地三组的阴阳。如果三组的阴阳属性都相同，世爻就会在第六爻的位置，印爻在第三爻。如果三组的阴阳都不一样的话，世爻就会在第三爻，印爻在第六爻。口诀的最后一句人同游魂人变归，这主要是在辨别游魂卦跟归魂卦的世爻及印爻。在这边同样也是三组爻的阴阳都要看，如果人爻的阴阳相同，但是天爻跟地爻的阴阳相反，就表示这是一只游魂卦。游魂卦的世印直接背起来就好。游魂卦世爻在第四爻，印爻在初爻。如果人爻的阴阳相反，但天爻跟地爻的阴阳相同，就表示这是一只归魂卦。遇到归魂卦，马上就要反应过来，它的世爻在第三爻，印爻在第六爻。佛有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歌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今天咱就要来介绍雷山小姑的五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艮为山，上卦是兑为泽的泽山乾卦。以及人爻变爻了，变成下卦是艮为山，上卦是离为火的火山离卦。这两种的卦象分别套用在各种问题的分析。首先，咱来看下财运甲投资的问题解说。在五爻生金的兄弟同酉金的兄弟化进行的时阵，五岁卦贵气势，表示你最近的财运真歹，提醒你这段时间你最好是卖去博缴以及风月场所，因为你本身的运势就已经不好了，就算你开搁较济的金钱，甲时间去家人交济应酬，嘛只是浪费钱而已，根本就得袂到报酬。
在六楼出头的父母同智慧官贵，官贵生父母挂着一支挂，就代表你最近无适合投资，无法度伫投资顶悬看到任何的财力。但是你目前投资的话，反倒倒来会比特了，建议你暂时先卖懵懂。刷下来是感情的部分，针对还没结婚的男性，在五牛兄弟当的时阵，新金的兄弟当，右金的兄弟化进行。本卦不在车，只有卯木的车在，夫妻之牛，五火官贵之下，表示属于你的姻缘还没出现，所以你的感情才会一直拢无进展。建议你爱提早做好心理准备，在期待你恐惊拢无结婚的希望。在人后父母当的时阵，属兔的父母当智慧官贵火头星，火星兔官贵气势，对目前有稳定交往的对象，而且最近也有打算要结婚的人，代表你的婚事会受到女方父母的影响，无法度顺利进行。建议你要想办法说服对方的父母消除因心中的顾虑，安尼因的婚事才会当圆满有成就。对已经结婚的男性来讲，在五牛新金兄弟当的时阵，兄弟当有金的兄弟化进行的时阵，细牛五岁官贵生应牛，新头的爸母，根据挂上显示，这段时间你太太的健康状况不是真理想，甚至有愈来愈歹的现象，建议你爱加倍用心照顾、关心甲鼓励伊。安尼，恁太太才会当用正面的态度积极接受治疗，也才会当降低遗憾发生的几率。在人后出土父母当的时阵，父母当智慧官贵，官贵生父母，表示恁是一对会当同甘共苦的夫妻。虽然恁的感情真甜蜜幸福，但是真可惜，短期内恁也是无法度有一个属于恁的宝贝囡仔。针对还没结婚的女性，在雷山小姑五牛兄弟当变成泽山县的时阵，新金的兄弟当右金的兄弟化进行，表示你的婚事会因为朋友故意陷害关系受到影响。不过只要你保持冷静，莫听别人讲什么，就马上相信，这层婚事就要求。最后，你甲你的男朋友也是会当顺利来完婚。在雷山小姑人后父母当变成火山里的时阵，挂化六合，出土的父母当智慧官贵，官贵生父母，岁牛坐五岁官贵，代表你最近的感情状况一帆风顺，你的正缘已经出现了，真运就会有喜事降临在你的身上了。对已经结婚的女性来讲，在五牛新金的兄弟当有金的兄弟化进行的时阵，五岁官贵气势，表示同事之间失和的状况，让你非常的苦恼。亲兄弟之间拢会有互相竞争啊，更加卖讲恁也是完全无血缘关系同事啊。建议你会当先详细观察，先了解大家个性甲习惯，尽量避免一切会得罪对方的行为，也莫做出失礼举动。然后双方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，莫互相干涉，也莫故意去甲对方计较。只要尽力做好你家己就好啊，其他的一切都顺其自然。相信只要恁保持距离，尊重对方私人的空间，恁的关系渐渐就会转好啊。在人后出土父母当智慧官贵的时阵，官贵生父母，表示只要你甲大家官好好相处，你的家庭就会幸福美满啊。健康的部分，在五牛兄弟当的时阵，新金的兄弟当右金的兄弟化进行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表示你得到肝脏方面的疾病的几率非常大。无爽快的经营，甚至嘛影响到你的饮食的状况，让你无胃口。建议你会当去肝胆胃肠科检查一下。若是真正破病啊，就要赶紧接受治疗，安尼你的病会比较紧好。
在人后父母当的时候，出头的父母当智慧官贵回头生，慧生徒生后五岁官贵生应后新徒的父母。对目前有身体无爽快的人来讲，代表你的病苗药难调，恐惊会发展成慢性病。学业方面，在五后新金兄弟当的时候，兄弟当有金的兄弟化进进，五岁官贵之势。表示你会有成绩退步的状况，就是受到歹朋友的影响。建议你伫个选择朋友的同时，一定爱特别谨慎。伫人后出头爸母当的时阵，爸母当智慧官贵，官贵生爸母。虽然原本你的成绩唔是真理想，但是这段时间伫你认真学习之下，你的成绩已经慢慢啊在提升啊。只要你继续保持，未来一定会当得到不错的成就的。工作方面，在五后新金的兄弟当有金的兄弟化进进的时阵，五岁官贵起势，新头的父母起应，生后生应后。虽然你这段时间的工作状况真平顺、真稳定，但是伫个财务的部分，加薪的可能性真低。在人后出头的父母当智慧官贵的时阵，官贵生父母表示，恁公司最近伫个人事方面会做一寡调整，但是真可惜，这次升迁的机会是属于别人的。不过你慢慢失志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总有一天公司就会看到你的好表现，提升你的财务啊。官司方面，伫第三小哥五后兄弟当。变成泽山县的时阵，新金的兄弟同右金的兄弟化进进。以目前的情势来甲看，这场的官司，你会当得到胜诉的几率真低。若是你搁再继续诉讼落去，除了会造成一笔不少的开销以外，最后你甚至也会负责赔偿的责任。在雷山小姑人后父母当变成好生意的时阵。出头的父母当智慧官贵回头生，慧生徒官贵之势，代表短期内这场的官司恐惊还未结束，你需要搁再诉讼一段时间才会应尽。下一个是公司经营的问题解说。在五后新金兄弟当的时阵，兄弟当有金的兄弟化进进官贵之势，代表你最近的事业运真无理想。公司有长期赔偿的状况，建议你要开发新的资金来源，然后尽量减少公司的成本负担，先想办法将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。在人后出头父母当的时阵，父母当智慧官贵，官贵生父母，表示恁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已经愈来愈稳定，业绩嘛有。慢慢啊，在成长啊。然后是借钱甲贷款的部分。在五后兄弟当的时阵，新金的兄弟当右金的兄弟化进进，表示恁最近会碰到周转困难的问题，而且就算你搁安怎辛苦来奔波，嘛是无法度顺利借到钱。建议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在人后父母当的时阵，出头的父母当智慧官贵，官贵生父母，官贵起势，表示你伫个借钱的过程中会碰到真多阻碍。就算你已经开真多时间甲心思啊，会当成功借到钱的可能性也是真低，基本上都是咧白了工。最后是用财甲阴财问题解说。用财方面，在五后新金的兄弟当右金的兄弟化进进的时阵，生后者五岁官贵，兄弟当必克财，表示在家未趁钱，而且也会造成财运愈来愈歹状况。投资房地产的部分，五后兄弟当化进进，代表这间厝未来房价也会继续落价。无建议你投资。在人后出头的父母当智慧官贵回头生的时阵，官贵生父母，代表这间厝是一间兴旺之财，对家业特别有帮助。投资房地产方面，人后父母当官贵会成头，表示投资这间厝
不但无法度赚到钱，也有特别注意被套牢的状况来发生。阴宅方面，伫五后新金的兄弟、同幼金的兄弟化进行的时阵，代表恁家祖坟的布置，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发展，会造成家业衰败。建议你也是早日迁葬比较会较好。在人后出头父母同几岁官贵的时阵，官贵生父母，生后五岁官贵生应后新头的父母。虽然目前恁家祖坟的地气不是真理想，但是未来会渐渐啊变旺，到时阵会变成一个对学业甲考取功名拢真有利的好风水。以上就是第三首歌《五牛当变成左三贤的歌，以及《六牛当变成火三里的歌，为大家做个解说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进入易经的世界，了解歌的运用。掌握家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咱下回再见。